陳建立議員、謝安婷議員都不約而同都是關於經濟的問題。我想劉志強議員提到個雙循環的問題，我想澳門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，它處的角色既是內循環的節點，亦都是外循環的節點。我想內循環的工作一直我們都是主張一樣的，怎樣去加快融入大灣區，尤其是第一步就是橫琴的各個深度合作。我們希望在那裡爭取了空間，爭取一些政策。正如行政長官說，相信我們是等待中央的一些的決定，我想我們給一點耐性，亦都是等中央有了決定之後，我們加快去落實和開始。